That's a lot.这用追不到了，知道吧？可以了。我靠，莫根呐，有点装嘛。 应该被发现了，不过阿克林没点他，应该弄不了你，他亏命了，阿克林这样。你微不足道，一无是处。 An ally has been slain.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An ally has been slain.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Oh, no. 还有 TP 的，慢慢来吧，等我们六级发育发育吧。不用感谢的话，就买小黄车，加伤害啊。 这波阿克里抓不死人，他彻底爆。我看吧，蛮高的呀。 还得分大金啊！感觉有点守备，好像有点残血，有点。 Dead off!
哎，哥们儿，我把线处理了，卡到这里，这线玩不了。满血人吗？怎么搞？ OK， 他疯了。古托倒是没什么用。 杜城，我觉得我能吃。那回家抽到他 PTP 的，这边人马过来，你知道吧？人马不来，我可以吃。OK， 发育真的很好啊，慢慢来吧。这种局势队友们有点小逆风，我很喜欢。 出来没有那么快的，他这个装备要做制造者吗？平衡终于一切。 跑得挺快的，小兔崽子，这个距离阿三距离不太够，应该有 TP 了。嗯，有这吗？有这也跟我作对吗？ 那就下去吧 ，nice。 这个发育怎么样，各位？可还行，他这组成还是两层。
白天的传染了。 这你也敢打？好台，起大的！呀，600块，起大呗，炸！ 那个双杀你们怎么应对？肯定能拆完，快点吧，我想把它拆了呀。 带一波吧，带一波好吗？搞笑啊，我跟他。哇，有闪现啊！哦，我一点装备了，我装备了。 先不买这个三人书吧，尤其买三人书不太好，过时了我就不买了，我脏。骨头吧。 没魔抗，这分离者的话可能会有点肉。如果把他拉过来，应该还是随便打。我马上就。 我让你走了吗？怎么 W 戳到小兵了？我靠！我戳 EZ 能过墙，那肯定过墙是吧？这我也得死，闹你！哎呀。
连死一点翻，拿下！ 应该没大了，刚才我也没打破。看到我吗？ 三连套了，各位，这阿克里买恶魔之用的，他扛不住了，对吧？绝对扛不住。其实我带上路最好一点，上路不好拆。我马上就到。 变身，我猛发力电影，稍等一下，我已经没有优势啊，那十二级，阿克丽十二级，这样吧。 人是吧？坏！追了，我这个啊，没压到，预判一下，那别用那出事了。 没打到也敢杀我，死啊！认得起自己吗，赫卡利姆？拿下！认不清自己，哥们儿，还敢追？ 没关系，没关系，我等他们。
没开出来，我靠！被恐惧了吗？不知道我，上了没开出来？ 阿克丽的这个伤害也不低嘛，到1600，这个是肉装，650。不过我出帽子他扛不住。谁呀？